嘿，喂，好，是这样的，就刚刚黑猫的粉丝专页，他贴出一个新的公告，就是那个，如果你有在储值或者是在狗云村限定转蛋消耗满500颗水晶的人，如果你符合这个资格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来填这个表单。然后就是可以，就是自选就是其中一张卡，然后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它是今天公告，然后今天是2月12号，但是它的截止时间居然是在2月12号的晚上11点59分，所以就是说现在只剩下大概半天的时间，所以就是提醒一下，如果你已经就是有符合这个资格，那就赶快去填。以免就是过12点之后他就截止了，就收不到了。然后目前是这样子啊，就看晚上不知道神风松他们会不会就是又改期限，说不定。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。